我知道你会走，但我真的很不舍得你，你可唔可以留多一段时间？表嫂为了你扑心扑命，你仲同第二个女人喺度风流快活。死人高修成啦，竟然冒认我同科华一起去睇戏。当年我就是被佢顶替嗰个人嚟嘅。我要报仇。象牙世家古象牙工艺品呈现《双生陌生人》，今晚9:30，翡翠台。